休士顿 Local News Time， 让我们关心这里的新闻，关心这里的资讯。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美俊，很高兴在今天星期四的节目当中，在这期星期五的节目当中，在空中和听众朋友们一块来关心一下发生于休斯顿和德州的重要消息。那么在天气方面啊、昨天的这个大风啊，甚至高达风速每小时60英里啊、虽然是非常好的天气，但是呢确实不是风和导致日丽的天气啊、Center Point 表示，昨天因为大风而造成失电的状况或是停电的状况，有125000名 Center Point 的客户，那么许多街道的交口呢，他们的红绿灯也是故障，所以说像是美俊居住附近的 Highway 6这一长条的几个英里的路呢，可以看到交通堵塞，整天都是十分的严重，不晓得现在修复了没有。那么然后呢，在 Galveston 根据气象局表示，今天 Galveston 可以看到是非常不正常的低潮，这个潮水的降低的尺度呢是2.5英尺，要比平时还要低，所以如果要去 Galveston 划船或是泛舟的人士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潮水太低，有的时候船会容易搁浅。那么今天的在休斯顿的风速呢，大概是30到35英里，所以说远比昨天60英里要好了许多。但是由于昨天的大风的关系，让许多树木的树粉啊、花粉啊、草粉吹的在空气中弥漫。因此呢，若是您有对花粉、树粉、草粉过敏的人士呢，可能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了。那么在天气方面，最高气温华氏70多度，最低气温如果是在休斯顿 I-10 以北的话，早上只有40多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新闻。今天早上5:45的时候，警方表示一名在 I-10 南边的这个应该是conductor， 就是指挥火车交通的人士，当时他在指挥火车交通的时候，结果被一辆18轮大卡车经过，将他撞死。那么这个案件正在调查当中。另外在昨天下午或是中午12:30的时候，这是在 Willow 这个是叫 Willow Creek 公寓里面，警方表示这名10岁的男童爬入了亲人的车子当中，然后找到了手枪和他的应该也是亲戚小朋友一起玩耍，结果10岁的男童不幸被枪击中身亡，现在整案正在调查当中。那么不过很奇怪的就是中午12:30这个时候，10岁的小男生不是应该在学校吗？怎么没有去上课呢？好，再来看一下，就是在今天将会看到 Astro 和亚特兰大的勇士队在亚特兰大举行第3场的比赛。那么在休斯顿有一名球迷呢，他在2018年的时候就和女儿定下约定，说日后要带女儿去看这个世界杯的职棒比赛。那么现在终于等到机会，可是这个一票难求，非常的昂贵的价钱，因此好心要完成自己这个 promise 啊许愿的爸爸呢，就到了 Facebook 上面表示，他有不少 Astro 上一届得到世界冠军的这些纪念品，他愿意出售，包括了像是打击手 Altuve 的签名 T-shirt 球衣，还有从 Astro Dome 买回来的古董观众席位等等。那么当时在 Facebook 上面引起不小的轰动，因为他要是愿意出售这些应该叫这个运动的纪念品的话呢，他将这些都是价值连城的运动纪念品，不过他就是想换2张球票。结果他的这个举动呢，后来被亚特兰大勇士队的球迷给发现了，
那么这个球迷真是好心，他主动的买了两张 Astro 和勇士队第六场比赛的球票呢，要赠送给这名父亲，并且表示千万别把他所收集的这些纪念品就这样卖出了，因为那是可以成为传家之宝的呀。那么对这个对手的粉丝如此的慷慨啊，当然这个父亲呢是和女儿感到无比的感恩。好，另外昨天杀害这个小男孩8岁小男孩而丢弃在公寓中妈妈的男友 Brian Carter 昨天出席面对法官聆听对他的控诉，那么这是他第一次出席于法官前面。那么出席的时候呢，有一些应该算是出了一些不太寻常的状况。那么他一再问法官他可能会被判的刑期是什么，法官告诉他一级谋杀罪成立后他所面对的刑期是5到99年的有期徒刑。那么这位法官呢在审讯之后突然又 recuse， 也就是说从自己的法官席位上面辞退了下来，他表示有个人的因素，因此不将再主理这一个控诉案。那么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个人因素让他不愿意成为这个案件的法官，因此现在法官要换人了。好，最后和听众朋友们播报的是 Walmart 在昨天突然发出紧急的这个召回令啊，召回令的对象是这个是由 Better Homes and Garden， 就是 Walmart 的牌子，他们所出的精油。那么这是精油的 Room Spray， 大概是喷房间香香的这个精油，因为被发现呢其中它有一种特别的细菌，目前为止已经造成了1名儿童和2名成人的死亡。那么现在知道呢这些精油 Room Spray 的贩售地点呢除了 Kansas 之外还有 Minnesota、 Texas 和 Georgia 这一些州。这个 Spray 会造成Malaria Doses 呢，或是我们可以知道它又叫 Remorse Disease， 它的symptom 就他的症状包括了像是发烧、咳嗽、胸部疼痛、头痛、就是造成一些上呼吸道的感染啊，甚至会造成胃疼 和这个关节疼痛等等。总之如果你有来自 Better Home 和 Garden 的它叫 Gem Room Spray 的话，赶快把它还给沃玛或是丢掉。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德州以及 Houston 方面的新闻，在这边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五，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拜拜。